叉卡拉的许凌志近期以 solo 身份出道，日前他登上了 YouTube 节目《林韩星的人生曲》，节目主持人林韩星分享了自己刚加入团体 Monday Kids 时必须演唱一些团体过去推出的歌曲，因此感觉和队友们有脱节感。对此许凌志坦言自己有很相似的经历，虽然能成为卡拉的一员让他感到很骄傲，但是大部分的人的留言都是在批评他，怒骂他竟然没有参与当时活动时期的歌曲制作，为什么还要去唱这些歌。酸民们的语言攻击也让许凌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，但是思来想去自己并没有做错事，所以感到非常难过和不解。不过许凌志也表示他找到了克服恶评的好方法，那就是一直努力做得更好，用更精彩表现来让酸民们无话可说。